老板，今天继续的除草大作战呢。这个草有点高，还在路走。懒人有懒人的走法。还好这个不是火，我这边反而会比较轻松。他踩一些草，真的。喂，哦，折腾了好一番，他走出来了，找到原按照原本路径走就好。走这边更累，本来想踩草。喂，啊，继续走下去了，这个吊场试试看吧。看起来是 OK 啦，不过应该蛮浅的，太流了啦，可能钓那个沉底钓法比较没有效率的钓法。未来有，他不会缺席，很肥地，飞机，谢谢红糖，老，没中，啊，钓菇啦，靠腰，哇塞，哇，唔贪哦，真是大钓，哎呦，哎，来，哦，一把西乌龟，出海哦，哎。哎，龟缩！那珍珠把我拖走了啦，靠呀！到一点点啊，打到肚子了，好贵，趁着不吃吃肚子。
好，我是伍佰，现在这个下午啊，准备回去了。那摇晃不如预期啊，铁厂就是这样子啊，很难去想象说到底是怎样的状况，所以只能够随机应变了，顺势而为了。好啦，那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